回来了吗？也未呢，我是担心大哥你。我怎样了？方逍遥大哥伤得这么严重，虽然经过治疗，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。我想你的伤势也绝对不轻，让我看看好不？我真正无事，不用担心。你真奇怪呢，我又不是头一摆帮你疗伤，你伫闪是伫闪安怎啦？你忘记了，顶次你有给我真侪活血丹，而且我已经服用过了，伤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但是活血丹的功效也是有限啊。小明，无灵摆脱的记忆。啊？你讲什么？啊，无事，无事。大哥啊，我感觉你讲话怪怪呢。小茹，我想大哥要回来了，我先去等伊。我不准你离开。拜托你。我是医生，你要配合我的治疗啦。大哥，大哥啊！袂用治，我要倒来去看麦。我的意志，你来了，怀念难以忘却的回忆，我的再度压抑你的控制，控制属于最美丽的决定，我从来就无认输过，狂妄，牛迈总是需要疼惜。我需要再杀掉最后一个人，解开百年禁忌的封印，血神将的规律再临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面具、力量、大胸、难求偶的面容，你无法下去。这是我早期兵兵的宿命。无数故地诗人将的威望的名字，将是千刀万刃，埋葬在我他等待救赎的灵魂，正是无情葬月。